花花第一个，小童第二个。来，都戴上耳机，请转身。我们请王牌先生把这轮要传递的词拿上来。哇，道歉有用，还要捕头干嘛？郭女侠经典台词，传递开始。道歉，道歉，有用的话，有。有有用用的的的话话，还要斧头干嘛？斧头还要斧头，真吓人！斧斧头头斧头头啊，干嘛？哦。那个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捕头干嘛？干嘛？啥字？不，啥字？道歉。嗯。道歉。好歉。啊！道歉。脚垫。道歉，道歉，这太近了吧？这俩，道歉，歉，电，歉，见，见，歉，道歉有用，道歉，对，道歉有，道歉有用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捕头干嘛？道歉，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什么？摘耳机，腾哥，道歉，你能摘了，你摘了，道歉，道歉了，道歉有用，道歉有用，嗯，你那里面有歌吗？有歌，有歌。这都能听见，真有，你玩大人吧你，真有歌，一个对的，一个对的，全唱了，道歉有用，还要警察要干什么？道歉有用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我听见了，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什么？哥，我实在不太会撒谎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已经调到最大声了。很好，真的是最大声。没关系，你们就答吧。哎呀，贾玲太可爱了啊！不是，连藏都不会藏，我跟他聊天的内容都能听得见。你问他里面有歌吗？他说有歌，有歌。你能不能演一下？综艺节目要有点效果。这跟我对话也对得太顺畅了吧？你而且接得及时，太及时了。我也没啊。什么？有歌。哎呀，你这，哎呀。太气人了！他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说有歌对还是没歌对，我说没歌就也不对。真有歌。答案是什么？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好，十个字啊。嗯。花花，你把正确答案说出来。不对吗？啊？怎么还有反转啊？反转了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捕头干嘛？啊，捕头，捕头，我们就错了俩字儿，再加上你们都听得很清楚，那你应该一个字儿不错。按说是啊，我这个确实声超大了。你们好意思要吗？这分儿？哎，所以说这个君子游戏啊，很好，为你们鼓掌。别鼓什么掌，分儿我们是要的。哪好意思啊？怎么了？上一局啊，因为王牌家族呢听到了内容啊，所以不积分。两队重新开启新一轮的比拼，现在两队分别为对方出题。这次你们就来那个吧，猜猜谁听着了？我们
这轮有耳塞啊，给他们上耳塞是吧？耳塞加上。我想问问，耳塞是才拿出来呢，怎么？上一轮防止你们听见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次。腾哥，腾哥，腾哥，好像听不见，这个是真听不见了。现在杨迪正在出题。妈呀，怎么落杨迪手了？好了，来，你拿过来给大家看看，看，给大家看看，大家演起来，演起来，转过去，写了个什么？花花在华山画黄花，好厉害！这个复杂，这个难，我这个巨难，这个很难猜到的，我照着念都费劲。嗯，去吧啊，拿下去。来，传递开始。花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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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，花花看，在，看，在，看，花花在，花花在，华山，华山，华山，花花在晚上。在华山，在华山，华山，画黄黄花，黄花好厉害。花花，花花在华山，黄花好厉害。华山，哎呦我去，你好厉害。我，花花在华山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花花，花花，腾哥，哦哦，花花，花花在华山，华山，花花在画画，画的是山。还有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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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。五环，五环，这是五环。管什么都不管，我现在就是不管。哎呀，好疼啊！笑。啊啊啊、花花，花花。换歌了，听不着了。换歌了。中间正好没声儿的沟。山，画山。画展。画的是那个山。画展。山。山。对。画山。还有那个。怎么的了？还有什么来着？你还转过去问。前面是什么来着？花花在画画。花花在画画。花花在画画。画的山。画山。对。哎呀，腾哥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一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一。你。我叫什么名字？你说呀你。我名我还要问你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华生。小明。啊，小明，绕太多弯。哎，这不演聊上了吗？小明。哎，什么？哎，呀，他能问我问题吗？这么简单的事儿。好，不能再说了啊！场上除了花花之外都不能出声啊！哎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哇！花花摘耳机，花花摘耳机。好，最后的答案是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明。小明。哦、他叫小明。他叫小明。他叫小明。干得漂亮。小明是谁呢？小明应该是张姐的弟弟吧。花花竟然还记得张姐。这样，你听一下最终的正确答案。
花花在华山画黄花，真厉害，好厉害啊，好厉害！你自己记得是不是？你，哥，你怎么问我问题啊？这个游戏不是问问题啊！我想着，我说你自己总该自己叫啥，知道吧？我听不见你说的。好，来，换一下，该你们出题了。好，想一个男的。哎。幼宁第一个，啊有，有就看你的，有，好，幼宁，考验你普通话的时候到了。好嘞，我待会都讲闽南话了、啊。妈妈骂马，行。写作文啊，他们肯定很刁钻。你看沈腾哥笑的还拍巴掌的都。好，写好了，录好了啊，耳机都戴上了，撞过去。